Oh.3266 KBPS，哇哦，哇哦！大家好，大家好，这是文贵，今天是几月几号啊？我得看一下啊，今天啊。是这个，今天我每天我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这个几月几号啊？我就是没有时间，几月几号？世界时间，所以呢，今天呢是这个本来是这是八号啊，星期三的八号，11月8号啊。这个本来呢，哎，半小时以前，我这看一下这个，看一下 Twitter 是反映出来啊，文贵的 Twitter 反映出来，说这个你将在15分钟以后啊就恢复使用了。我说好啊，赶过就准备啊，拍了几个照片，然后呢就写好一个推文啊，写好一个推文，准备给大家发一个信息。结果一到点儿显示出来，大家看到了啊，大家看到这个，啊，怎么着呢？又是这样，跟上次一样啊，6天23小时，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一样的事儿，限制了你账号的功能，在此状态下，你仍然能够浏览 Twitter，但只能向你的关注者发送私信，不能发推或转推或喜欢。你的账号恢复全部功能需6天23小时，但是啊，大家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当我去点击的时候，它就是我原来还能看到大家给我发的私信，我能看你们给我发的推文，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啊，不可以，只要你一动，马上。只要你点任一个字儿，马上就回来，就是让你不能碰，你回不到你的主页面，实际上就是 Twitter 的功能全关了，啊，你看厉害吧？盗国贼厉害呀！所以呢，这个文贵的从目前看啊，这个 Twitter 短期内，特别是啊，从今天起，所有的推友们要记住，文贵看不到你们给我发的私信。文贵看不到你们发的推文啊，这就是他们要害怕的，这就是他们要做的啊，好像很厉害呀。这个整个这让我的感觉啊，Facebook、Twitter 啊、YouTube 已经是没规则了啊，想怎么着你就怎么弄了，现在反正就不让你说话，你看也不行啊，你和推友私信也不中。挺有意思 但是呢，推友们不要担心啊，没人能挡得住文贵说话。这是美国啊，这是美国，这是西方世界啊。这个三大公司呢就能控制住让我们不说话，那不成了灾难了吗？郭文贵如果连这都解决不了，还要带着所有人回到自己的祖国。还要推动国旗条，还要这个依法治国，那不是神经病吗？咱慢慢来啊，大家会看到我的行动的啊。我现在不方便透露，这是一啊。第二个呢，我向大家要大家说的事情，这几天啊，我看到了李鸿宽先生啊，这个关于我头两天这个直播以后，这个强烈的反应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认为李鸿宽先生是真民主、真民运分子啊，真民运人士。我不论如何，我不希望跟鸿宽先生交恶。这是我原来发过推，不希望和民运的这个真正的民运分子任何时候有斗争啊。我认为鸿宽先生他是真的民主分子。他现在不理解或者激动冲动。啊，这都没问题啊，我觉得大原则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随着时间他会懂的啊。我看一下这个啊，哇，这么多人，5800多，哦天哪！所以说呢，我完全理解洪欢先生的这种心情啊，我也可以这个能想得到他这样。那么，但是洪欢先生，记住，时间会给我们一切答案。给文贵点时间，给自己点时间。你们都折腾28年了，干嘛不能等3年呢？那么着急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如果连这个修养都没有，你那3000个县委书记怎么可能发生啊？别冲动啊！干大事的人，绝对是要不冲动，绝对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事情暂时的蒙蔽了双眼，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这一段时间，如果盗国贼的报复期没有这些事情发生，那就不正常了。如果我们的追求那么容易实现，那它也没有价值了啊！这是文贵真心的想法。所以呢，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发自内心的静下心来啊，去好好考虑这件事情的未来和它真正的价值，绝对不能反袭，反袭是死路一条。要反袭洪欢先生，你去反击，我可以保证的说，这个你不要说反袭了，你那袭的毛都摸不着啊，你甭反了，有啥用啊？啊，来美人美国都反不了袭，你能反得了袭吗？这你可以啊，你怎么反我不管，但你别戳到我反。我希望海外的民运人士不要再把王炳章还有刘晓波这样人都变成烈士了。我曾经说过，谁当年鼓动的这个刘晓波先生去拿诺贝尔奖，谁就是他的真正杀手。因为拿了这个奖就等于把他杀了。这个千万，我也希望洪欢先生，任何海外的有良知的人，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不要把真正能做事的人这么早的变成烈士啊，变成炮灰。你有权利你干嘛，你干嘛要求啊？这就是为什么袁宏兵先生我极为尊敬啊。袁宏兵先生还有昭明先生还有澳洲之声一再强调的原三条，让我倍加感动。因为这是对一个人格的尊重。你们要搞，你爱反谁反谁我管不着，但你别戳动的我反，别给我命令，别过早对我评价，这个不好，我不接受啊。这个咱现在是朋友，咱说话都很温柔，咱不接受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袁宏兵先生讲过很多观点，都是让我很感动的啊，都是让我非常非常感激的。那么这些事情呢，都说明了他的与众不同和这个极高的政治智慧，极高的政治智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让国内的很多盗国贼害怕顾忌。盗国贼不害怕的人，你都是没有价值的。盗国贼不去骚扰你的人，那说明你没价值。像这个宝胜先生前天做了一个采访，结果是采访完他也给把视频给他移除了，还给他停了直播功能啊，非常难受。但是不经历这个事情，连这都经历不了，你还想追求喜马去上喜马拉雅、啊、还想搞法治民主自由，是不可能的。这我们的追求，你要没准备好付出一切献出生命，或者你只是嘴上想想，那你是骗自己。如果骗自己的赶快停啊，还来得及。再往后啊，想这个退都退不了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这几天来啊，这个都确确实实，我除了商务会之外，我正在准备了下一步发声的平台啊。我肯定不只准备我一个人发声啊，我有病啊，我在自己的屋里边儿讲。我要发声呢，主要是让大家一起能和我发声，一个共同的，绝对不能被别人控制，被任何人控制啊，被任何人影响，被任何人骇客的一个舞台啊。大家知道以色列技术，我原来一直不说啊，大家往回看一看，我们所有人关于文贵爆料的视频，为什么在大陆在过去几个月都是每个好的视频都几亿次的传播呀？啊，因为我原来我不想说，我的以色列顾问公司一直在帮忙
啊，一直在帮忙，在做的事情，否则达不到这个效果。但是彻底破开那个墙，暂时不可能啊，暂时不可能啊。但是很快，应该这墙就不存在了。我现在也不能说，但大家看一看，慢慢就知道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墙的所有一切暴露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不但暴露了世界人民面前，而且成了世界人民的公敌。很多人都想恨这个墙，不光咱们几个人恨了啊。所以说大家看结果吧，一切都要看结果。最近这几天呢，我也和很多方面的人呢联系，主要是反映这些情况。我也看到了李鸿宽先生说文贵不适应美国，我觉得我也没记错的话，我比李鸿宽先生来美国来得早啊。我在美国做的事情、投的资、交的朋友绝对比你多。你要说我不了解美国，这个鸿宽先生你太自满了，就这一点也不是能弄3000个县委书记的水平啊。这个我们见美国的官员是美国官员见我们，是了解所有事情的发展啊。比如说今天上午我接受了一家美国媒体的采访，这家媒体就是想知道发生的事实，因为我们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而且官员为什么要来问呢？官员问的问题他要反映啊，他还替我们发声啊。还有一个文贵的事情，他现在跟政治太接近了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在亚洲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他们就非常想在总统啊，美国总统去美国的时候知道这些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他访问中国一系列的这个沟通谈判当中极为重要。所以说这个鸿宽先生带过于冲动啊，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另外呢，这几天我们还和这个很多的科技公司呢在一起联系啊，这个知道了更多我们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真的可以拍一部电影了。这个太多事情都是太敏感了啊。这个有人是拿着老婆去行贿，有人拿着这个钱去行贿，有拿着书去行贿，有人打着习主席的幌子，打着彭丽媛女士的幌子，有的人打着代表国家给予市场的诱惑啊，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这种诱惑，包括赌牌的这个给予和新赌牌的发放啊，过去几个月那是了不得的，这各方的参与。但是呢，对咱们这都是好事，都是好事。这些事情都会对文贵的所有事情都有了更多的说明。比如说最近有个叫那个乱伦标又发了一个什么10000多字的文章，然后曹长青先生给他这个8个条件给他总结啊，8个不择手段啊，8个不择手段，太好了啊，太好了。这个像这个哈金先生、曹长青先生、袁弘斌先生、昭明先生啊，这个李鸿宽先生、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这等等等等，这么多高智商的人，大家都能看得明白，别着急啊，别着急。而且最近这个所有的网络呀，这个对我们的控制不是坏事儿。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连声都发不出去，还是的话，还搞法治、民主、自由，还搞国旗条，那不是自欺欺人吗？那不是骗你们的吗？而是对大家的一个新的考验，会更加的珍惜，也是对所有海外的所谓这个民主民运的人士是一个大的考验啊，是个结果胜于一切。我们要用智慧，不受人诱惑。我再次重申，郭文贵绝对绝对啊，要向推友们所有人保证的事情就是国旗条，就是国旗条。然后呢，我要再次重申，郭文贵在3月份以前不报任何具体的料，而且再次重申，国旗条的核心是不反习主席，不反中国人，不反中国，我反的就是盗国贼，还有打着中国老百姓的名义绑架了14亿人民，以给14亿人民造福啊，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以警治国的人，盗国贼，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西方的人，这是我文贵要反的。我一不图政治，二不图利益，三更不图名义，没必要。文贵太清楚了，折腾到这时候了，你还想要名要钱，
还想要利，那不是天真，那不找死呢吗？那不是吗？那不找死吗？啊，文贵能达到郭继条的全部或一部分，那就不白活了啊！如果能把所有的海外的民主云一件人士积极的一件人士带回自由的带回中国，让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安全的、有尊严的可以自由的出入中国，那就是文贵莫大的荣焉了啊！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啊，永不妥协，永不放弃啊！而且这不可能有勾兑。到现在，我和中国官方没有任何现在的联系。再可以，我要主动，任何情况下，我打个电话，我说我接受了你们那些条件，那马上事就结束了，在这结束了，不需要文贵有什么恐惧害怕，不需要每天有4600个这个五毛来攻击我了，没必要嘛。所以说，推友们，文贵的原则不能改变啊，我也不会改变。我也不会上任何盗过贼的当，把我们引向反习主席、反中国、反中国人，就不可能。就像我跟西方媒体这几天几个媒体的采访，我明确告诉我反的是中国盗过贼啊，我的原则就是国际条，不反习主席，不反中国，不反中国人，这是我绝对原则啊！不管谁怎么戳到我，这是红线，这是我的理想，是我对我自己负责，对我28年的所有付出来负责，也是对所有的推友负责。如果觉得文贵做的不好的，我也不欠谁的啊！大家完全可以不理我，攻击我都无所谓啊！你攻击的少了我不吱声，攻击的大了你做好准备，我这个人这个有时候可能也会做反击，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推特，我看不到你们私信了。推特现在我连这个上主页都上不了了。然后呢，我正在努力新的平台啊，咱们到时候看。然后呢，这下的2周全部在加州和佛罗里达的开会。然后呢，我可能有时会看大家在这里直播啊 ，Live Dream 直播。然后呢，向大家报个平安。有时候我可能通过别人向大家报告一些情况。那么今天我就向大家报平安到这儿，希望大家放心，因为同时呢，关键是推特上给我发的信息看不到的，请大家别着急，好吧？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